这个是福州刚刚做的福街，中国第一福街。然后我这是从后门进来，我们往前走看一下有什么厉害的地方。哦，我们可能来早了，这些灯都没有开。然后看这个，应该晚上灯光效果会挺好的，但现在都没有开灯。人还是非常多，然后因为这个时间点快吃饭了嘛，我们来走走看看。哦，这边已经有一些开了。这个福州鸭粑就是福州很厉害的意思，福州方言。爸爸，没有人拍照，这个不是群里面的专属给你看好不好？那都是干好。这个还蛮好看，如果天再暗一点应该会更好看，但是天再暗一点我的相机就拍不出来了。乱七八糟的，那两鬼来这个应该到晚上会更大的那个灯光效果吧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它这个还要这样子才能看得到它的效果。那因为现在天色还早，看不出来。可爱的小朋友，这个其实是上下哈街区，新开发的，相对来说，商业氛围会比较浓，因为这边都是店面。那边还有一部，就是一些让你参观的地方嘛，博物，类似博物馆，那这边基本上就是店面了。啊，这个福街的福体现在哪里？好像也没有看到，就刚刚那个一面红色的墙，其他好像没有福啊。这样子就快走出去了。他写的中国第一福街，他对福在哪里？漂亮小姐姐在拍照。嗯，这都出去了。参霞天主教堂，啊，这啥呀？这个那这就出去了。那福在哪里？谁给我解释一下这个第一福街在哪里？这不就深造吗？深造一个，那我还不如去青年会广场，这个桥就是青年会广场的桥。
好多好多年轻的小姐姐啊来这里。还在这里拍照。我感觉他这个福街就是门口这个一个福，其他的都没了。好悲惨啊！好，这里有类似夜市吧，摆摊的，来看一眼。对啊。把钥匙拿过来。然后那沙给开销。这个之前去看过了，我现在再走上去再看一下，因为这个福街实在是没有看头。看看晚上的青年会广场的一些景色，然后从这边走过去。再次感慨，完全不知道什么叫第一福街，啥也没有，这感觉像深造一个卖点。这样走过去还挺漂亮的。对面就是中洲岛那个欧式的建筑，之前说要拆迁啊，不是拆迁，就是统一征收统一管理，现在把人赶走之后呢，好像又弄不成了，那个岛现在又荒废在那里。哇哦，人还是挺多的。
正前方就是中庭街。我觉得这里确实很不错，然后草地虽然有点黄，但是也不愧是遛娃呀、小年轻约会的好地方。站到这个台子上面来，看下面。哦，还有人带了一个小帐篷，那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得见，相机不行。闽江之星。他这个没有开放给人拍照，如果有的话应该很多人要排队。从这个角度看过去也是相当漂亮的。哎，我现在来的不早又不晚，所以看不到，因为晚上的时候灯光确实会很漂亮。福建，哎，来、啊，他不卖啊，卖女卖猪了。好看，这个位置好看。